哦，辣七耶，哇塞，孤单北半球哎，我以为王思佳之后没有什么再辣的，还有哎，还有开玩笑，是不是睡衣啊？艺人界哪有不辣的，对不对？哦天哪，嗯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对自己的素颜自信大概有百分之几的成绩？大概是99.9%。哇塞，太有自信了吧？是纯金的意思了啊。那老公有看过你素颜？是交往的时候就看过了吗？看过，也完全 OK。哦，他有受到惊吓。结果呢？嗯，因为他说，怎么会有人化妆比不化妆不好看一点？不好看一点，化妆还不好看，素颜还比较美就是。素颜哦，对呀，素颜超感哦。OK。哦，他是说化妆比不化妆不好看一点，所以素颜还比较漂亮。那会不会是因为你的化妆技术有问题？小薇老师在画错了。对呀，你们每次画出来跟媒婆一样的，对吧？我的化妆老师是古小薇老师，哦，就是你，所以我把你画的不好看的意思。我们站上台啊，小心，好瘦，准备揭晓，好瘦哦，三二一，揭晓。哈，起立，起立，健哥好，大姐，你好，嗨，嗨，今天第一位，素颜很漂亮吧，健哥，可以下来，可以下来，漂亮啊，健哥，为什么你冷漠了？我好怕这个尴尬，眼睛有什么什么啊？我没有冷漠啊，真的吗？哎，其实也还 OK 哦。OK 啦，只有 OK 而已吗 ？OK 啊，但哇，你的自信心真的很大哎。好了，为什么我话不多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？我讲真心话，我不太会审美。嗯，对，女生才不会，女生到底这样 O 不 OK， 在我心里面是都一样。真的假的？都是人家的老婆，也不干你的事是吧？哎呀，也没有，我还是觉得化妆比较好看呢。真的假的？怎么办？哦，这好尴尬，我觉得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们就觉得他素颜很，看起来比较小。我觉得女人最怕就是细纹、毛孔、暗沉、眼睛无神。老师，我有眼睛无神吗？没有，是除了眼睛无神，其他都有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但他这种眉毛是那个，你有素修吗？我有纹眉，纹眉有纹眉啊。我有纹眉，怎么会这么尴尬？哎，怎么这样？你这眉毛也那么浓哎。我眉毛是画的，有画，但是我没有纹眉。对，我卸掉还是会像你。我们都太粗了，现在都流行要粗一点的眉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现在流行粗。